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是看电影，常常到红都电影院，什么电影都看。我记得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应该是霓虹灯下的哨兵，在这部片子里面不止一次地提到了百乐门舞厅，而且我在年长一点的人嘴里也听到过德罗蒙跳舞厅。我当时问我爸爸百乐门在哪儿，爸爸对我说就是现在的红都电影院啊，红都电影院就是当年的百乐门。这个百乐门这个地方啊，是一个上海繁华的另外一个缩影，就是那些有钱的人啊，有钱的太太跟那个家庭里面的这些社交到那里去了。那个地方是闻名的，说弹簧地板，这个地板是有弹簧的，那么规模是在上海来讲当时是最大的。40年代初的上海，中国流行歌曲的先驱李锦辉创办的明月社已经成为昔日的风景，但是由他开创的流行歌曲热潮此时却在整个上海滩弥散开来，这使得很多人都用更加迷醉的生活方式来抵抗孤岛给自己带来的狭小的天地，这一点在舞厅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年的影星徐峰仍然记得当时舞厅的情景，睁着眼睛瞟了一下，就跟我来一下就完了嘛。那舞女都坐在椅子上，都坐满了。你买了舞票，按规定你跳一次舞给一张舞票，那么你找谁跳都行。你看他坐在哪，你到他面前一打招呼，他马上就站起来陪你跳。跳完了你给他一张票，这是正常活动，是吧？那么至于有交情了什么了，两人有谈的什么了感情了，那么就是票子一塞就一把了，这不是一张了，是吧？有的时候就不用票了，这都无所谓了，外头吃饭的时候现金就过去了。歌女在舞厅里演唱，这时已然是唱片、电台和电影传播流行歌曲之后又一种重要的方式。龚秋霞这时是上海人心中的偶像。其实我到百家是就三个最大大牌，周璇、龚秋霞、白虹，后来就是轮到我了，我第四。他们以很多人以为我周璇就到我了，因为他们叫他金嗓子，我是银嗓子，他们以为就周璇下来就是我。我说你们错了，我才轮到第四了。进去就有一个台，有乐队，那我就在台上唱，然后就有中间有个舞池跳舞的，每个人都去跳舞，但是到我唱9:30的时候了，一个人都不下去跳舞，就干脆坐着，真的听你欣赏你的歌。当你唱完了，
他们就一个人去跳舞，有舞女的，有舞女，撕一张票子给他，就买了十张票子，他可以跳十个女孩子不同的，去任你选，那么跳了这一张票子，一张票子很好玩的。当时的上海有舞厅近50个，有供一般市民享用的小型跳舞场。不够一个晚上的花费，我收的5000块是可以一个月的生活的，但是他们去花一天晚上，花一天晚上都不止5000，喝酒啊，斗阔啊，啊，你喝什么酒我比你贵。你喝那个酒是3000块，我喝那个酒1812的那个应该是8000块10000块，那开支啊有啊你再来开支，这样的量差不多20000了。我受了3个酒鬼的影响，第一是吴永刚大导演，酒鬼，今年刘雄。就在青岩家里是一个大花园洋房，他自个儿有健身房，院里头他养狗，养猎狗，他要打猎去，猎枪什么的。我们晚上回去都打 bridge 桥牌，现在桥牌好像挺时髦的，其实我们解放前天天打。此时歌星影星已经成为了一个固定的社会阶层，游离在达官富豪和普通百姓之间，他们在生活方式上处处拷贝西方歌影明星，一天的生活可以是这样度过。要出去玩吗？大家兜里没钱，就让那个金岩请客，今天一天他包了，开车出去，一早上大三元广东店南京路吃早茶，吃完早茶溜溜，吃中饭，吃完中饭大光明看电影，看完电影呢家里有人烧饭就回家吃饭，没人烧饭再吃一顿，完了晚上回去，大家回家。黎明辉，中国第一个流行歌星，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就是由他演唱的。我那个时候小时候就是每天到饭店去吃饭的，因为我妈妈有饭局的，她去吃饭就带我去。上海有几凡是有名的饭店我都去吃过，比如说新雅、梅龙镇啊，这两个地方是比较常去的啊。那么还有西餐，因为那个时候我母亲和我都比较喜欢吃西餐，有几位是吃西餐，比如沙利文、杰米，还有那个菲德，还有那个菲亚格，这就是外国人在上海开的，他的厨师都是外国人，很正宗的。喂，上当，爷。哎，没有这个话。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民以食为天，但在一些上海人眼中，服装的位置却排在首位。多少钱？当时的这个演员吧，反正主要都是什么很考究的，还有的演员呢，就是服装啊，就是出去的时候都穿一些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说绿的旗袍，就绿的耳环，绿的皮包，绿的皮鞋。要是白的旗袍带花的话呢，上面什么花，皮鞋也是白的皮鞋，上面
什么咖啡的花啊，耳环、皮包全都是白的，就是比较讲究的了，都是穿一套，出来的时候都讲的一套一套的这么穿。对不起，我可以抽烟吗？跟刘雄在一块生活是好，他在愚园路花了75两金子买了一幢那个曾经住过外国人的，就在愚园路花园洋房，现在还在。甚至于今年刘雄的生活都有一个杂志叫《Life》，都是讲这个美国人、外国人的生活，《Life》嘛，是吧？上学，比方抽 pipe， 都学。一个小架子挂上，什么时候抽哪个换哪个烟叶，这样，咖啡多少搁多少水，熬出来要闻那个香味儿，要熬咖啡。他们是中宫秋霞陈琦，大姐是最大的宫，到陈琦，到陈娟娟，然后到张凡，他们四个开一个咖啡，叫咖啡馆，叫四姐妹，好红的那个是。四姐妹影响比较大，一说出去呢，人家就几乎都不叫我们名字，就看着我们，哎，四姐妹就这样。李锦辉的明月社此时虽然已经退出了流行歌曲的舞台，但是上海的歌星影星却基本出自那里。张帆就是其中的一颗星，他的一首《苏堤春晓》能使人仿佛看到了人间天堂杭州的美丽。民乐歌剧社呀，登了广告招聘这个演员，他是规定要14周岁，那么我那时候才13岁，还不到14岁，那么后来姐姐就看到这个了，说你去报名去。后来那个是白虹跟李景光两个人考试考我，让我唱了一个歌，我记得那个时候唱了个夜来香，是那个谁，是那个李景辉做的那个老的夜来香，那个试了一下以后呢，哎，后来就娶我了。40年代，喜欢李锦辉的歌的人已经人到中年，更年轻的歌者与听众把自己的喜好轻易地转向了黎家的另一位才子，他就是黎家八兄弟中的七弟李锦光。我是第七哥，他也是跟着李锦辉跟我二哥也在民乐歌舞台，他是做这个指导，也是编歌编曲，他编的几个曲也相当有名了，夜来香不是他编的。我的夜来香啊是44年才做，我的夜来香做的时候正是这个夜天的夏天，也是这个时候的。这个唱片公司啊，我晚上要录这个京戏的时候，他有讲好是到9点用的，结果等到了差不多10点才来。在这个等的时候啊，那么我就把那个后门啊开开，很大的后门，超难的，
南风啊吹进来，很风凉的。那个远处啊，那个夜莺啊，就是猫头鹰啊，那个咕咕咕咕叫。哇，这个诗兴旺啊！我就编那个词，我说我来编个歌吧。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啼。到第二小节了，唱和一个味。谱完了以后，他就搁在他办公桌的那个框落，就是一个桌旁一个铁丝网的一个框里头，就搁在那儿。他经常是这样，好像做完了歌，谁愿意看谁愿意唱谁就唱，这样歌了以后呢，听说有些来录音的什么周璇啊、姚丽啊或者谁谁谁都恨过，像周璇什么就觉得好像唱不太好。就李香兰当时在演一个什么电影，他来了以后，他看见这个谱子，他就在那唱。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凄苍。月下的花都入梦，只有那夜莺叫，心如多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我说你说说看，你的夜兰香有五六十个人翻唱，原唱当然是李香兰了。我说究竟谁唱的最好啊？这一点是李景光跟我说的啊，他说是邓丽君唱的最好，他说着了。张璐这样的，张璐这个女孩子呢，她正好跟我一起出来工作。我到高士满工作的时候，1942年，他也到我有点当歌手。他原来在电台里面唱的不错，在舞厅里面呢，到很受欢迎的。40年代末，田姐社的头牌明星张璐在那时很有观众缘。我唱的好的不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的唱片很卖钱，所以呢公司对我好，那个我唱的夜总会那些老板也对我好，所以我蛮开心的。总不给我下去，拍到就三个之后还不给我下去，妈妈都站起来拍，唱四个下去。一个写了上千首歌词的作者给自己起了一个优美的名字陈蝶衣，
他的众多作品至今仍被人传唱。作曲当中叫陈歌星，陈歌星现在也不存在了，当然跟李景光也合作过的，因为他李景光有一首《夜来香》是很出名的，我写了一首《香格里拉》，我就找他写这个作曲，我跟他讲就是要像夜来香那么一种情调啊，香格里拉香格里拉，一套他替我作曲，这次我跟李景光也合作过，那这也很有名的香格里拉，后来说酒店都叫香格里拉。陈歌星写的就不错，写的什么讨厌的早晨啊，玫瑰玫瑰晚点。玫瑰玫瑰我爱你，充满着布鲁斯节奏的优雅旋律，这使西方人的演唱者很难相信他的作曲者会来自东方。我姐夫是他随手就可以写的歌出来，有时候我到姐姐家去，他在写缺嘛，我记不大得了，好像玫瑰玫瑰我爱你，后来在美国啊，人家就很欢喜这个歌太好了嘛，人家大概买这个版权买过去，然后此归非常漂亮。你说问我这可能是外行了，我不大懂，我反正觉得他此归非常漂亮，他欢喜吃红茶，穿衣服很大方的，她人漂亮吗？我姐夫是很漂亮的，跟我姐姐真是一对呀、啊。在学校里他是老师，我学生但是那时候就认识，我记不起来了。实际上就是天才，他就包括吴祖光讲，他也就是他，你看他平时就是照样陪妈妈陪亲戚玩，甚至还打牌，对吧？他不喜欢擦麻将，但喜欢打沙哈、梭哈，对吧？他们会玩，也会有时候说说笑话什么的。那么他这个电影来了，这个要完成任务的，照我叔叔的讲法就是。你看他平时照钱也用了，玩也玩了，到最后一个晚上通宵，第二天早上就是谱子都放在一地，但是东西也完成了，而且照好。上海的冬天不好过，常常是这样的，阴雨绵绵，又湿又冷，家里面要是没有暖气没有空调的话，那就跟外面一样冷。但这个时候有个好去处，舞厅，那里面有热度。不过到了夏天的时候，他们很早就会在门口挂一张牌子，上面醒目的写着冷气开放。到了冬天的时候，有些考究一点的跳舞厅还有热水厅，要没有的话也没关系，你进去以后先喝一杯热咖啡或者一杯热茶，然后跳上几圈，这时候你就会热起来，而且这种热度随着乐队的激情演奏一起飘到了母鹿浪下，马路上。当年舞厅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格也越来越豪华，舞厅伴奏的乐队基本上都是由俄罗斯人和菲律宾人组成的，
此时在上海的外国乐手就多达500-600人，而一支由清一色的华人组成的乐队此时进入了百乐门舞厅。乐队就什么4-5个人，就敲敲打打的就够了，不是很多人，顶多7-8个人吧，大鼓擦擦擦擦摇那个，反正是茶什么都有。黑人唱的歌我们也很喜欢，因为它带有一种力量，有 Sweet Home 嘛，还有一些 Black Joe， 当时也有这种插曲的，它是用这个节奏的，嘣嘣嘣嘣嘣嘣。此时在上海的外国乐手就多达5-600人，而一支由清一色的华人组成的乐队此时进入了百乐门舞厅。吉米金原名叫金怀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人长得很帅气，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爱好广泛，唱歌、开车、骑马、打球，据说他还经常自己开飞机。40年代末，他完全按照美国乐队的编制，由11个帅小伙组成了乐队。上海滩至今还记得他所创造的中国爵士乐的辉煌。是喜欢在看的外国电影，流行音乐一般听听的，外国电影不管你看得懂看不懂，我总是喜欢要看。看电影嘛，看得蛮多，一般是看电影，有什么好听的歌呢？这个流行了就会唱了，这个。反正我们都那都特别欣赏美国电影，那时候相当不错呀。美国电影到上海来以后，最大电影一演轰动的要命，咱们跟不上。严华、周雪，他们看电影去，那时候我们在上海有大华电影院嘛，看那个外国电影，他买了票，那我们三人就去看。上海滩像海绵吸水一般模仿着好莱坞最新的花样，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好莱坞娱乐业的商业机制也被上海的唱片公司、电影公司全面采纳。1938年、1939年、1940年那个时候，小公司、电影公司、小公司很多的。当时的电影是什么情况的？电影界都是私人办的电影公司，公家也有，但主要是私人办的。那时候有什么呢？有新华、艺华、国华什么呀？尤其有3-4个大公司。那么这个大公司呢，就说演员都是固定的。你国华的演员，你跟我签了合同，你就是跟我拍片。你如果是跟别的公司去拍片，你就是违约，每月固定工资，拍不拍戏都一样。比如说头一年多少，第二年增加了，
第三年又增加了。那么大概多少钱呢？现在算来吧，也就花个三千，两三千，三四千块钱吧。就根据老板，根据那戏的多少，镜头的多少，给你一笔奖金。那么奖金当然比工资多多了。秋后工有的，有的时候什么剪彩啊，是吧？有什么演唱会啊，有什么活动啊，纪念会啊，那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演员都去的。剪彩怎么回事呢？就是哪个买卖家要开张了，比如哪天开张，十点钟开张，报上就登了，请电影明星，什么周旋、周曼华，什么西施、苏轼、西方，什么剪彩啊，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吧。我们有招待费的呀，可以报销，对吧？我们招待了他们，当然可以报销。那么这个完了以后呢，百代公司付稿费。付稿费呢，他也是直接寄给他以后，直接到财务科去领的。周旋呢是他是这样，一百张唱片里头啊，他抽6%。那么像他们这样的就是名演员了，我那个时候还没名气，没什么太大的名气，所以我是他跟我签合同的时候是4%。你比如说周旋的那个张烤红啊，要卖掉好多好多，他这个月有钱，下个月有钱，一年以后还是有钱，百岁啊，有人买，只要有人买，他就有钱。后来我记得我到了部队以后啊，他们百家公司还跟我寄那个版税来了，可是我没敢要，我不敢要。后来我说跟领导汇报，汇报了以后把它退回去。此时周旋也已经红透了中国的大城市，不仅仅是他的唱片发行量巨大，而且各家电影公司也为了追求票房，专门量身定做了一些电影，让他在银幕上大展歌喉，形成了周旋影片每影必歌的现象。花儿会开放，月儿会明，周旋相识啊，是1943年，有个著名导演叫薄万昌啊，他在40年代导演影片，都是找陈天上跟我，这扮演这个男女主角。这次他要拍《渔家女》，他觉得周旋跟我都是袖珍型的。觉得我们两个人这个扮演男女主角是比较合适。周旋呢在月光底下跟我唱交换，香港有一个叫大中华影片公司，这个老板看这个渔家女啊很轰动，很卖钱，观众也很喜欢，他拍了一部叫《歌女之歌》，让周旋演个歌女，让我又演一个画家。就我跟周旋呢，好像工作了合作2年多吧，就6部戏吧。我
我这人也是挺老实的，所以我跟他两人关系啊，觉得从来我还在回忆一下，没什么打打闹闹的，开开玩笑什么，不太多。骗你的吧！他平常不大有什么表情的，也没有什么。嘻嘻哈哈笑啊什么的，难得一下，有的时候他触动了他哪根神经啊，一句话他哈哈哈哈一大笑，笑完了以后脸又涨得很红，觉得好像自个儿很失态，就这么就是这么一个机警的人物。周璇呢就是比较文静的在一边坐着，别人聊天呢插上一两句话，最爱看他的就是那么笑一笑，呵呵，很随便的笑一笑，反正我就觉得是很天真的。戏里头呢他还学那个电影里头的马路天选周璇演的那个很纯真很活泼的一个 小女孩，可是也是一个小可怜，对吗？这样子呢好像就是对中国人的胃口是特别的很接受这一类的，因为你可以把你的同情心放在他身上，你觉得有人比你更可怜。手抓着拽着，我坐在边上，我也不愿意听他们讲话，那么就跑到院子里去。跑到院子里去嘛，就又拿着盒子啊、手绢抓了一只蜜蜂啊、蝴蝶怎么抓到盒子里拿回来，然后叫他在房间里叫，好多人叫拿给他，他就数落了几下，就拿到门口放着。那小孩大了，不要玩这个东西了。是，他又把我坐在边上手紧紧的抓住，我就觉得好，就整个感觉就是好难过，晓得吧？我的母亲，梳的这样的短发。到肩的这种短发，说话呢就很好听，非常好听，说话就是跟他的歌声一样，叫我的时候呢就是啊，很喜欢这么叫我，喜欢吃红烧肉，喜欢吃青菜，好像每餐必有青菜，好像也喜欢吃鸡，我就听我的父亲讲啊，还有听我奶妈讲，我妈妈特别喜欢吃鸡，那么也就是这样。他就特别喜欢他那个大美猫，说他这个猫啊怎么乖呀，怎么听他的话呀，他要是一寂寞了就叫大美大美，他就叫大美，他那个猫本身就是大美猫，可他叫他的名字也叫大美，他就跳上来跳到他身上，他就拿手摸一摸他呀，反正就是那个等于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他也很寂寞，就是这个，这是后来回想起来的。他就以这个猫呢陪伴他，就是精神上很孤独，那种感觉就在刘忠豪家里。我觉得他的音乐很 very relaxing, really soothing, and it's really innocent and pure. So, 我最喜欢的他的电影就是他那个演那个。唱那个天涯那个他十七岁十五岁十五岁拍的，我觉得拍的很可爱。他为每个明星当然蛮棒的，可是肯定他们也很多压力，不能就是 you can't be yourself。清宫会时，他演那个甄妃嘛，是吧？那时候金条。我想不起来，反正至少五条以上，一条是十两。他的金条他自己呀、都不知道他有多少美金，有多少。我们在香港拍戏的时候，后来我们就到摄影棚去，坐汽车。他一看这个汽车这个计程表跳了，他说我们快到了，我们下车吧。我再下去呢，又要跳出来，又有新的价钱。他就付了钱拉着我走去，他说到摄影场也不过是200多米嘛，就我们溜达就去了嘛，所以我常常想念他，可是现在想念他有什么呢，就是看看他过去我们一道拍的戏啊，作为纪念嘛，又看看录像，看看 VCD。
不要送了。我送送你。琼都，你回去吧。在江的这边，虽然日本人被打跑了，可是老百姓还是觉得这日子不对劲儿。虽然没有了毛毛细雨，但是这个天空还是阴丝丝。而这个时候，在江的那一头，一种由西北秧歌改编的歌曲，已经隐隐约约的可以听到。